两分钟准备倒数，来，请助理。 报税季又到啦！2023年综合所得税的免税门槛是年收入低于多少 ？A. 低于42.3万元 ，B. 低于54万元。我的答案是 B，B 水利，因为42万太少了，每个月等于才除以12才2万多哎。对啊，我3万呢，12月12月3万多，哎，少于3万免税。 比较合理，对啊，比较合理哈，对，比较嗯，来，请队长。好，那到底怎样的收入人可以免税呢？其实就是要看啊所有的扣除额的加总哦，因为我们有个人所得的扣除额、标准扣除额，还有薪资所得扣除额。那像是每一个人呢，如果你是单身的状态的话。 个人所得扣除额呢是9.2万元，那这个单身族的标准扣除额是12.4万元，再加上了薪资所得的扣除额呢有20.7万元，所以呢一个人每一年的这个免税的这个扣除额的额度呢是42.3万元。倘若你的薪资在年所得没有超过这个部分的话，就不用缴税喽。再换。 我们答对一下好不好？我们现在听，<笑>我们也很想啊，<笑>我们有人不想啊，对，谢家打准备，好，请朱夏迪。 法国当代艺术馆举办了一项需要观众全裸进场的特展，当中是参考了哪一个哲学思想 ？A. 我思故我在 ，B. 道德使人愚昧。我的答案是 B，B 锁定。道德使人愚昧。我思故我在是谁啊？ 我思故我在是不是笛卡尔啊？对，是不是笛卡尔啊？他那个沉思者，没穿衣服的沉思者，应该说是用猜的。我先说，这是陷阱，来来来，笛卡尔，对我应该是猜的。你这边都没自信，你知道吗？七揭晓，一般人会选 A 啦。 法国里昂的当代艺术馆，他们举办了一项特展，非常的特别哦。他们要求呢，所有的参与者，不论你男女老少，通通都必须要全裸进场。听起来看似很香艳，但事实上相当的性灵，因为呢，他是受到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这一个哲理所启发。笛卡尔呢，他非常的注重自我灵魂不在乎自我身体的这个意象哦，所以他们认为说呢，当你呢全裸进来的时候，你才可以以一个更好的方式去摆脱你的这个身体的挚爱。 然后呢，跟你的性灵有更高层次的互动跟沟通。陈佑辰，加油啊！是不是？终于等到了。是不是？他们都没有答对，你这只要一答对就露脸，因为今天答对的题数都很少，好不好？你就会特别被凸显出来。请出下一题。 蓝莓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对健康产生多种益处。但是医生建议哪一类人士要尽量的避开使用 ？A. 尿路结石患者 ，B. 糖尿病患者。我的答案是 A， 锁定。你是猜的吗？猜的，怎么猜？ 还是有一点点小逻辑。哎，逻辑是什么？先问伟文哥，你会不会跟我选一样的？好了，不会，我对我会选一样的。对，哦，那可能错了。没有，因为蓝莓别人都是对的。真的吗？糖尿病是，我觉得蓝莓的含糖量非常低啊，所以我觉得我想也是。而且我们在地方服务，我比较少听到糖尿病的长辈跟我说他不能吃蓝莓，应该是没有听过。嗯。但如果错，就代表是我还认识不够多。请揭晓。 好像是，好像当选了。你是陈家的骄傲，全村的希望。你们对当主席有所交代了。有了，可以不用退党了。而且你可以告诉大家，你表现得比学姐好多了。我会攻击吗？好，这蓝莓真的对我们的身体是好处多多哦，因为呢，它里头啊可以帮助我们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同时呢也可以帮我们降血糖，所以呢像是有一些糖尿病的病友们呢也很适合，已经女性有一些私密处的困扰的时候呢，其实吃蓝莓也非常的有帮助，同时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心脏病啊，以及中风的风险，都是因为里头的花青素。但是还是有一类的朋友是比较不适合吃的，就是呢有这个尿路结石困扰的朋友就比较不适合吃蓝莓，以及呢有一些这个过量氧化的食物。静姐。
该你。好。或许人要摆对位置才会赢，这句话是不是在这边可以得到印证？没错，我不适合那里，但我适合这里。这话我在节目里说了一整年了吧？应该是事实。没错。一万，在无法提示的位置，请选择。差一个零啊！你都要过去了，你又移走了，干嘛呢？选错边了都，差一个零啊，一千元。可以啊，哎呀，先线拉高一点，好不好？好，没问题。陈友成再答对题，给他一个机会，好不好？努力，给我个面子，给我个面子，好来，努力，来，请出下一题。猩猩是人类的近亲，与人类基因差异只有2%。请问猩猩是依靠什么来分辨同类的 ？A. 靠屁股 ，B. 靠鼻子。我的答案是 A。锁定。不假思索的原因是？这很直觉，因为就是不是都是说他们的那个王是他的这个屁股比较红的。是吗？然后不晓得他这个屁股就是充血，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鼻子太难辨认了吧？鼻子怎么辨认？哎，如果你是说靠嗅觉或者靠其他的感官感知感觉，我觉得还合理一点。但如果只是光看视觉的话，应该是屁股更容易去辨别，在尤其是丛林里面要怎么样来判定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人。哦，所以你意思说猩猩？其实鼻子、屁股都长得不一样，他们的类别里面应该是吧？可他近视了。什么近视？他们是说猩猩是人的近亲，什么近视？近视哦，你才近视呢！搞半天是你近视啊！你为什么今天会有空来上节目？靠屁股来认亲戚嘛？请揭晓。哎呦，真的是靠屁股，厉害啊！好，其实呢，猩猩他们要知道哦，是不是和繁衍的时期啊？这个时候呢，会观察屁股。当这个母猩猩他们进入发情期，那希望可以交配的时候呢，他们的屁股这个地方就会变得比较红肿，也是希望呢，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可以吸引到公的猩猩可以来交配喽。晶姐，天线拉高一点，换一下手机，一万。在不能提示的位置，请选择。天线拉高一点哦。逻辑正确，有看到吗？这叫逻辑。他压到一万元。哇！恭喜恭喜！逻辑要正确才会找到对的方向。再打，好好表现。全村的希望，请出题。肌肤问题会随年龄增长而有所不同。根据调查，25岁以下会比较注重哪方面的皮肤问题 ？A. 毛孔管理 ，B. 肌肤匀量。我的答案是 B。B 锁定。这两点都很重要，可是他强调是25岁以下。怎么？25岁以下不用管理毛孔？我这样选完以后，我又有点觉得我应该要选，因为一开始的逻辑是25岁以下的人，他比较不会有毛孔问题，所以他应该比较在乎自己够不够亮，可不可以被异性看到，然后可以去找到好的对象。亮的话会比较更容易。可毛孔没管理好的话，根本亮不起来。对，所以会觉得好像逻辑上应该毛孔好像也是对的，但就这边唯一25岁的只有那个，来露露。真的？对啊，你会选哪个？我觉得应该是毛孔哎，因为其实我也是毛孔比较偏大，然后再加上年轻人比较容易长痘痘或黑头，其实都跟毛孔有关。我也这样想哎，对。可是如果毛孔25岁以下本来就会长青春痘的话，感觉他们会不会比较不 care？ 反正都会长啊，那就算了。这么样放弃了？不会吧？可是你想，那个痘痘药膏或是痘痘洗面乳都是卖年轻人，反而比较少在卖老人，不是吗？啊，不然呢？50、60岁一天到晚长痘痘都崩溃了。我一天到晚长痘痘像话吗？我，请揭晓。
前25岁以下，这时候皮脂分泌的比较旺盛嘛，所以当然会在乎一些毛孔的问题，就担心粉刺啊、长痘啊、清洁啊之类的。那么过了25岁以后呢，你就会开始觉得说，哎呀，好像肌肤开始逐渐的有细纹了、松弛了，就会更在乎一些紧致、拉提、保湿相关的皮肤课题。哪里先转移？朱小薇，眼睛张开来看题目。请助理。4月 ChatGPT 又要再更新系统了。如果你不想要跟 ChatGPT 的对话外流，你可以选择关闭什么功能 ？A. 关闭聊天记录 ，B. 关闭聆听功能。我的答案是 B。来不及了，啊，锁定，因为剩不到10秒就 waste 掉了。猜的吗？对，因为我其实不太知道那是什么。GPT，ChatGPT， 你跟 ChatGPT 跟他对话，如果不想流出去的话，要关闭什么功能？关闭聊天记录，好像太理所当然。我聊天记录关起来，屏蔽起来，你当然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有点太理所当然。所以我觉得，就算你是猜的，我也觉得你蛮厉害。要不我也猜 B。猜对就发达了。来，请揭晓。这是顺逻辑，这个好，很多人呢现在会使用这个 ChatGPT 啊，但是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并没有想要呢被他们监测，或者是让它变成可以把这个系统呢训练得更完善的一个其中的一个侦测点哦。所以呢，这时候你可以呢去关闭你跟它的聊天功能的记录，那它就没有办法呢继续去让这个 AI 的模型去吸收到更多人的使用的一个方式，但同时也至少会让你觉得可以更加保障个人的隐私。不过呢，虽然你关闭呢，但是它的系统里头呢还是会自动存放个30天，以免呢在你后续如果有一些觉得他们系统滥用的时候，它还能够调出资讯，在30天之后呢才会自动删除。第二回合也结束了，江艾文跟谢嘉达5000还是5000，但黄静莹跟陈佑成不得了，11000元，露露和古耀威还是1000元，恭喜第二组领先喽。要不换人？换人吗？换人，江辰就继续换一个，要换人，一组要换谢嘉达，古耀威，加油。因为答题权转移到谢嘉达的身上，在社会走跳，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不要再考虑了，按下订阅的频道，加上小铃铛，全民心动略，赶快来订阅哦。